我抽你了，你还不买，别！你求你了，求你了！你来抽我！你别生气了，我再给你多看点什么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该跪屁股了，已经。我妈的，小黑的，货啊，来我家，掉在我家的下水道里面了，我也挺不好意思的，也不是我弄掉的，是你自己弄掉的嘛？吵架一样，打我，打我！什么时候打你？你自己拿过来是弄掉的，又怪我了，现在。 真的没怪的了，哦，我赔什么？又不是我弄掉从你手里面弄掉的，又不是从我手里面弄掉的。你手里面丢的呀？你今天捡捡那五百，钱又不在了哦。钱我身上钱不在。你东西丢了不是钱就不在了吗？要算那一点算。算什么呀？你怎么可能把那一堆塞钱算进去？那个是你自己丢的吗？又不是我给你丢的，你怎么会把那个价格打上去呢？对不对？我教我一下，我给你说，打你。 对啊，直接就掉了，你手脚。你弄掉的不是我。你掉，人家给你看看你的货嘛，我给你开张。不卖了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，兄弟。我再给你开开张。啊，不卖了，等一下我再看看你的货嘛，我给你开张。我再给你开开张。啊，不卖了。等一下我再看看你的货嘛，我给你开张。不卖了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，兄弟。我再给你开开张。啊，不卖了，你凶那么凶的，东西掉我的东西掉，你还凶？我也无语掉了，又不是我给你弄掉的，那我再看看你的货嘛，我开一下。不卖了，不卖了，不卖了。啊？哼，都不卖了吗？不卖了。 明天的，今天不卖了，今天我不交。去家里面看。不卖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说。过来嘛，过来。你说。过来。来。哦，喂。刚刚那一堆。你那么凶，不要飞了，我不要了，那个。本来就不是我弄坏的。你弄的，你少交。懂不懂？我赔给你那一堆，你把那个，把这一包全部赔给我卖给我。那个，这包。 哎，这不要飞，就东西搞搞给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给不给？可以。可以。不给东西都扔。拿给我，给我了。我看一下你这，那个掉的是掉的是戒指，不是耳钉。耳钉。耳钉掉了啊。对。啊，掉下去钱都没有了，我的妈呀！把那打电打电打电，天哪！这个呢，它就是里面心心想念的那种耳钉，给这种项链啊，颜色的话非常好，很干净啊。这个是9251镶嵌的，我的妈呀！ 这个有吊坠，有戒，有耳钉。对，耳钉，这个耳钉也好看。一套一套的。啊？一套一套的。什么一套一套的走啊？我收到一些可以拿回去，一套一套戴呀，耳钉都掉这个。你这个打多少钱一个？不贵，便宜。你不要过来无趣的看这里啦。1600。哎，1600吓死我了，一个吗？还是全部？一个1600。它这里面呢，还有项链啊，有带链子的，有这种简单的耳钉，也有这种四叶草的。 直接带到，很好看，颜色很漂亮，算个卖价给我。1500。1600的话，你就这样吧。这个算180一个嘛。来一个。这个。银线的有没有？有啦。银线有没有？有啦。你刚刚说高高跟？180一对的。180你拿去买。它这个的话，全都是那种蓝青。你拿去买。小心一点啊。小心一点，东西给他递一点啊，你。可以了。不行。这个算180一个。不卖，不卖，不卖，今天真的卖不了，银子的一个单边不都直接就掐一下吗？8个单边。脑子不好，然后这个是我都全部一起。不卖了。那刚刚那对我赔给你。那一只不要了。500块那个银圈。那你卖多少钱嘛？银圈多少钱？小姐姐，小美女。这个是。哦，小姑娘。这个是耳钉，上耳朵效果特别好。脑子不对。还有的话就是它这个有吊坠啊。 有带链子，有不带链子的啊，有的结婚喜欢一体链，有的结婚的话不喜欢一体链，所以说这次他都相当也有，很好看，他带面的话非常干净。那么美，我妈的，这种胶感冰感，我的天啊，好纯呀，很好看，我就比较喜欢这种简单轻松型，就这样了，黑哥。那你多少钱？180一个。180不行，卖不了，卖不了。加5块，一个加5块。5块行，5块行，5块。有蚊子打蚊子。 行了，不行，我刚刚那对，我给你转钱吧。不要，那一对不要，就这。没事，就180。一对多少钱？一百180我。嗯，180。180不卖。要不180吗？卖不了，280。哎呀，可以的啦，180。喂，280银钱都没几个单边不是？可以的啦，可以的啦，可以的啦。啊？可以的啦。那个，我不卖。 你生气？我已经很生气了。你生气好看，很可爱。算给你。不卖，现在不卖就是。16个。不卖，不卖。它耳钉价钱一样的价钱了。耳钉价钱都不卖，现在不卖189。189卖不了。可以的啦，像这些的话可以拿回去给姐姐们放肉啊，性价比非常高。
颗颗蛋面都是那种布灵布灵的，去浇的很好看，颜色特别漂亮。来吧，哟，我抽你了，你还不卖？抽你的，来抽我。我跟你讲，小爱你死定了，你给我道歉。一、二，钱你别拿了，滚。